秦姑娘，还需要玉娘做些什么？玉娘，今日多谢你为我成亲，今后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我会为你准备一份盘缠，不管你是想在京城安居，还是想回老家安顿，都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多谢秦姑娘，那玉娘先告辞了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又帮了我一次。小事一桩嘛。 今日将计就计，揭开了老夫人的真面目。这段时间，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。我也可以稍稍缓缓。小姐，老爷让您去老夫人房里，老夫人刚刚受了刺激，似乎变得很严重。知道了。那我先过去看看情况。保护好自己。